特地啊。你好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刚从我现在开始学中文，因为讲得不太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上电视了吗？有广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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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天马，那我是谁？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，王接吻。对对对，正念接哦，各位正念接，不要念错。好，现在录啊。对啊。不会啊，应该不会录进去的，没差了。不会剪进去吧？应该。你平常都怎么练习？都不练习。对啊。就是不想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开始练习啊。不是，那你一天练多久？哦，这个。那你已经写不完。对啊，所以我练，所以我练很多，写不了什么作业啊。哦，你给个大概时间啊？你碰一个，其实变化很大耶，就是考试之后有可能玩不了，但假日完全没事有可能玩。那时候不是应该作业最多吗？没有练最多。好像有道理。那人讲就是没什么事的时候，就是有可能玩到手酸到转不动，所以有可能。单纯一两小时到直接六个到八小时都可，都算是有可能。然后平均数字难讲，因为有时候有些都没在睡觉在练习。哎，对，哎对，我室友睡觉的时候就会停下来。半夜聊就打那个看一下他推特，然后哎三分钟前啊，五节33秒什么？对，差不多那种感觉，对对。你预测一下你明天决赛的秒数？有三阶吗？三阶、四阶、五阶。三阶。3秒4秒。3:07.8。然后四阶啊，7.8，对，7.8，平均7.8。我觉得我现在 V5状况很差，他现在太滑了。好，快放快。对对对，快放快，对对对，不要乱学，小朋友。跟我说看到四阶的话，你看，我觉得可能会乱转。啊，27秒，你那有点太乱了。这有点太乱了。要应该转不到27秒，就是24、25吧。我想要拼个单次啦。哦，啊五阶，哦五阶哦，五阶真的讲，想要再推平均再推一下，但我觉得实际上大概42吧，42，就是不知道，有可能42到38都有可能，就是很吃当天自己跟环境的状况。Konnichiwa， 博库啊，博库啊 ，Sigma Man， 博库啊 ，Sigma Man， 救命！哎，记得使用 M O F 四 P E H H P 九。打九五折，好像9折。你这边应该要切一个四分之一的话吧？This video is sponsored by NordVPN. Remember to use code GEEKING for 5% off. And on top of that, you get 1 week free trial. No refund. No refund. 你好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刚从我现在开始学中文，因为讲得不太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上电视了吗？我是从那个胡志明市过来的。啊，那还有一个吗？ What's up, guys?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Heapington's video. Today, today I will be telling you the Tianma X3 versus the new. 不要录，不要。那个不能录，那个不能录。然后我现在刚开始学中文，我中文讲的有点差，没关系，就是我在努力学习怎么讲中文。这样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也烂啊，感觉开始不会啊。这是 Michael， 那你给他新的啊。好，新的，所以我准备是所以你刚刚拍9分钟就是为了拍那个啊？对啊，你9分钟的片头是哪？是旧的，是旧新的？这个这个是新开的嘛？不一样。广告广告。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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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救命！天马，UV coated， more time。哦，你说那里哦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太吵了，要 ASMR， 你可以放回去吗？就是把这个包成。我就要 ASMR。Michael Dumpster Video。你把 OK， 你等下抓上面嘛。OK， 那你就把它往下掉。不是这个方向。然后这和平就这样剪。
有没有听到了？然后 OK， 你抓住上面，抓住上面，然后你对，然后那你那边你要翻，呀呀呀，翻靠近，然后让它直，对了，呀呀，哦，然后这段要剪掉，这段要剪掉，然后你 OK， 然后打开。天马，还没看到方块。我先搓一搓，先搓一搓。然后你要不要指甲？然后等一下，打开来搓。然后搓一搓，然后再把包装撕掉，然后放在角落，然后搓一搓。我在帮你录 ASMR 嘛，你有更多频道发展。啥拍 ASMR 啊？靠背。哦。对呀 ，Asian 没有 version。啊。ASMR 啊。靠背。Asian 没有 version。OK 好了没？对镜头没有用，你要对麦克风。啊，这个。要对麦克风啊。视觉有讲错。要麦克风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那个调整师也要拿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转快一点吗？这样很难，这样很难放 short。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个人没拍照，等一下。它是 UV 的。哇！啊，不然我开箱在干嘛啦？就钱嘛 ，UV 了嘛。要解释一下，这从超级大声，这从越南带来的啦。这个就没有，在周发。转什么勾发？对啊，转的什么勾发？哦哇！行不行啊？有可能是录下去。哦，弹幕扣六，弹幕扣六。我觉得不是我，又不是你的。啊，不是啊，这直接不是我了，你哪有这么滑？怎么这么白啊？我大靠背啊！你看这么快，你白痴哦！哪有啊？这个是 UV 啊，才是你的。我换回来。UV。他们好像听不到哎。我帮你们那个影片里面的人听一下，这才是我的，这哪是你的、啊？白色刚你刚拿到我啊，这有 UV 啊。你在打饼吗 ？Bro, you suck. Take over. OK, bro. Oh my god. 好来了来了。我手好来了。Bro, I'm turning. 我这个没声音啊。那你很难。用力一点。我手很累。Ooh, ASMR. 你直接用摇的就好了。加油！你要先找到磁铁给我、啊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这个上摇。你要先找到磁铁，先动。我们先给他加一批机会，他磁铁就会吸回去。有驾照。喂、欸？哦、欸？没有，摇一下。Hello, yes. 所以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吗？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想法呢？那根本不是这一颗啊，不是那个。不错啊，赛程都可以提前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再说，请问你是哪里来的人呢？你看这一层，没有啊，你有可能是下面黄道。新加坡。请问你的国籍？为什么你要从新加坡飞过来这里比赛呢？因为要加一场比赛，不可以吗？多一个、啊。Michael， 这个给你用。哦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嗨，你有订阅郑和平吗？有啊。那你认为他的影片好不好看？我觉得郑和平的影片全部都是就是有精心制作的，而且不知道偷瞄旁边，你不要偷看他的表情，很用功，嗯。很用功，好，对，所以大家有听到吗？他们认为他连新加坡人都觉得郑和平的影片很棒，所以记得要订阅给郑和平。Subscribe, like, share, subscribe。哎呦，手暖起来都比较变好转了，还是 OK。谢谢你的照明。有点过滑，抓在手感是很不错的，我觉得。这叫什么？打飞天。这反正也就可以打。其实很不错、啊。他叫敌人掌握了。哦。对。哦。那个磁铁的那个，怎么讲？那个 click 没有那么强。不是，你是希望我用它去比赛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都可以啊。啊，老实说，不是一点就可以，不是完全不行啊。啊。就是敢不敢？敢不敢？你是怎么样？你有擦一个冠军吗？我的妈！不是这个，怎么讲？就单纯新人来讲的话，他是有就是要我拿他的比赛，我会觉得不是完全不行。